不得而出，今天跟您说点事儿。昨天夜里一宿没睡好，都是我那个倒霉的那个媳妇儿。您说大半夜的跟我说点什么不好了，非跟我说恐怖的事儿，太吓人了，吓得我发了一夜抖。您问我什么恐怖的事儿？我丈母娘要来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老大心里害怕我丈母娘来，她要一来我们家呀，我的日子那就是人间地狱。我们娘在人间，我在地狱。我丈母娘一来，什么事儿都数落我呀，一天到晚唠唠叨叨，说我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这么说吧，我刚结婚的时候啊，我丈母娘是厚嘴唇，现在超薄。人家都说丈母娘看姑爷越看越有趣儿，我丈母娘看我是越看越来气儿。是你的条件，你说你实在是不够格啊！你看看你的个子，你有1.75米吗？你又没有啊！工作你又没有。原因就一条，说我呀，笨傻呆丑懒馋土肥圆还没钱。说白了就嫌我穷呗。我丈母娘在家给我起小名穷鬼。当初你说你家境贫寒，甘愿到我们华府为奴为仆，那还有契约为凭。说实话，我也确实穷，这么多年呢，没给我丈母娘脸上增过光。人家姑爷陪着媳妇回娘家，都穿着名牌休闲服，我穿着高中时候校服，吃饭吃的满头大汗不敢脱。你说那背心啊太破。说是背心，其实就剩肩膀上两根带儿。结婚这么些年，我都不敢在我丈母娘家洗澡，内裤也破呀，一条内裤穿了十几年了，磨的就剩裤腰了。我怕洗澡脱衣裳啊，让我老丈人叫，不明白为什么腰上缠一圈松紧带。大伙我丈母娘来之前，我一咬牙出去说得买买买，从上到下买一身新。新背心儿、新裤衩、新凉鞋，为了证明我穿的真是一身新的，我商标都没剪，穿着我这一身新衣裳，等我丈母娘来，看她这回还说我穷，结果她一进门啊，还说我穷，也怪我买衣裳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去远点买，在我们楼下超市买的，说买衣裳那个超市，她来的时候刚去，知道背心啊5.9。裤衩6.9，凉鞋3.9，全都是特价促销断码货，浑身上下加起来不够20块钱，还是穷。不瞒您说呀，我丈母娘一来，我都不能愉快的吃饭了。我打小就能吃，胃撑大了，中午我能吃一电饭锅米饭，晚上又吃一电饭锅粥。他说我吃的多，饿得快。怀疑我长了2个胃，光说我吃的多也就算了吧，还说我懒。我丈母娘说我懒，主要是说我不做饭。上次她来家又说我懒，家里泡了一水池子的这个锅碗啊都不洗。其实我那是故意的，谁让你说我不做饭呢？那是我专门留的我做饭的证据。其实昨天一宿啊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丈母娘没事老来我们家数落我呀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啊，在家闲的，这也是现在好多丈母娘的通病，在家待着没事啊，就去闺女家，看着闺女啊，说说姑爷，闲着也是闲着嘛。所以我想了一好主意，我准备今天就回家教我老丈人玩微信，我教他玩摇一摇，教他怎么和人聊天，另外再给他加几个附近的女性好友，这样子把我丈母娘的注意力啊全部转移到我老丈人身上，一天到晚他在家看管他，估计就没心思跑来折磨我了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？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，
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，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，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。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、音频、综艺节目以及您们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。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